现在呢，我人来到了在新爵江这里的其中一间的娃娃机。那因为最近呢，我的技术练得比较纯熟一点了，所以呢，又再度的来拍这个300块到底能夹多少样东西的影片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先去换钱，等一下来看看能夹到几样吧。走。还特别准备了这个打台的包包，你看，很可爱哦。来吧。OK， 那我们就来看看吧。那就先从这台试试看。你不要看它放的很像三峰台一样哦，它放的每一个东西呢，都是有可能会阻挡它出货的，所以呢，还是要有点技术。我们先来试试看吧。来咯。哇，它这一台不太会摇。就只能碰运气了，有，你看就出来了。再来把那一个积木的玩具车给夹出来，有，夹。你看，每一个东西它往回丢之后都是会卡住的。再来夹旁边这里的这个黄色这个娃娃，这个。哇 ，OK。再看下一台吧，现在这样其实有一点难夹到。来吧，看这一个，它的爪子上面没有爪套，所以夹到袋子的东西应该会滑掉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就先试试看，抓那个娃娃。开始。二手，哦，有机会哦，再试一次一下。啊，不行，太滑了，因为没有爪套的关系。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台子。在刚刚那边呢，已经夹了120块，所以我这里呢剩180而已。那都到旁边他这一间来看看。啊，对了，你们如果好奇我刚夹的那台车在哪里，我已经寄放在摄影师的身上了。OK， 我们先看看吧。来试试看这一台的娃娃好了，你看那一只黄色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虽然有点脏，但试试看吧。有，啊，它是反的。不行，它摆的有点难抓，这要花很多钱。再来看。我刚进来的时候有看到前面有一台应该有机会，我们就来看看吧。这个箱子盒子这个吧，来，哦，中了，哇，又往内丢了。这只应该是羊驼吧。哦，总算出运喽！来吧，归温啊！哦，再出一样，来来来，
那只黄毛的应该是猩猩吧，长得有点怪里怪气的那只。哇，哦哦，嘿嘿，这台还不错哦。滚滚滚滚滚滚。再出一样，换那一只厚道的猫熊好了。有了，移出来，移出来了。300块花完的，今天没夹到几呀、啊。哎呀喂呀！今天花了300块呢，总共夹了1、2、3，还有一台车子，这个玩具车，300块夹出4样，其实这样呢是算美合的。应该运气也有啊，然后他们台主摆的技术也有了啊，所以呢，今天各种影响状况之下。只有夹到了这4样，没关系。今天夹的虽然不是很顺利，那就下一集呢再找一些比较好夹的来跟各位分享一下。那顺便之后呢，也可以拍一部大概怎么抓节拍，我已经抓到怎么弄了，再跟各位来分享。那记得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OK， 我是龙喜，拜拜。